幫阿 Will 問埋啦，咁啊一二一一啦，未來一段時間幾錢入好喎？嗯，一二一一咧，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比較睇，即叫有啲技術面識得轉身快嘅話咧，咁我覺得都有啲位睺嘅，可能大概講緊$253附近可以做少少嘅，咁但係就要set 得好實指示嘅，我自己睇咧就$235。左右就要都唔使左右，即係去到都要點嘅啦。咁就係、是、即係做一個叫中線部署嘅啦，其實唔短嘅啦呢個。咁就博佢個情況係咩呢，就有幾樣嘅。第一就係六月比我哋預期好啦，即係比我頭先講，因為我頭先講都有少少淡噶嘛。咁就比個預期好啦，咁可能個港股大市有得再彈啦。咁第二就係喺呢一點後面咧，就係、是即係講緊成個中國，尤其是最主要範圍係政府相關嗰啲債務可以即係冇之前諗得咁憂心嘅話咧，咁就對比阿迪嚟講就會好好多嘅。咁呢個就係佢即係佢除咗本身做自動車之外，佢都有一個即係generally 大家認為嘅就係佢同一啲政府地方唔同地方嗰啲緊密合作，咁大家都有少少。即係睇就話、如果地方債務有問題，會牽連到佢，咁冇受到呢個牽連，就應該可以即係有段好啲嘅升幅，或者 at least 都有段好啲嘅反彈咯。咁就變咗係用呢個價位嚟操作會可以嘅。